好，今天是2020年3月11日，农历2月18日，欢迎大家来到火影手游的火影策划说木叶新闻台直播现场，我是头目空大爱抚机，在我们这边的话就是我们今天的特别嘉宾战斗策划志乃，战斗策划录完，相信大家应该也都已经是很熟了吧，请这边的志乃大大给我们介绍一下。我是鹿丸，大家好，我是鹿丸啊，就是你们口中那个心事重重、心情很不好的男人。今天我们是不是还有另外一位嘉宾呢？啊，对，是我们一个新人战斗策划叫志乃，然后他会在后面的环节跟大家见面。好的，那么我们回归正题，相信大家也都经历了一个比较特别的假期，不少朋友的生活状态是不是就是卧室、厨房、客厅、洗手间一日游，早餐、午餐、晚餐吃吃喝喝，然后都是不是都涨标了不少？看看我这个样子，对吧？刚才戴着口罩没看出来，现在看一下，对，的确是，对吧？现在确确实实还是真的涨胖了不少，本来就已经火影第一胖的我，现在感觉自己这个地位更扎实了。然后相信大家也都跟我一样，然后就在假期里面，在火影世界里面，从我们的新春活动再刷到元宵活动，再刷到一个就是幻之试炼二，也是非常非常的有耐心的一个活动，然后冲了一波新春限定的宇智波鼬，还有新春限定的日向楚田，包括最后我们的一个和服花火的一个返场，我们每天都是不忘守护木叶。那么录完大大这个假期是怎么过的呢？其实我也没有想到在毕业工作之后还有机会再过一个寒假，然后我的假期从2月2号一直延到2月10号，延到现在的3月份，然后估计也快要结束了吧。好的，那么这边我也不卖关子了，相信大家今天都是来就是为了看圆梦大师兜的吧。那么废话不多说，我们现在就先开始来看一下我们的一个宣传片。かつて憎み合っていた頃仲良くこの僕に挑むわけですか。もしかしてしっかりしない、チャクラ逃がさない、江戸天聖ぶっ飛ばしてやるよ。潜め、思ってます、少し本気を出してやろう。哇，这个就是我们这边马上要登场的一个钥匙兜半蛇斗篷吗？对对对，真的是太酷炫了，这个技能，对吧？今天的半蛇斗篷，然后下面我来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兜的相关的信息。啊，这个是天天一定让我加上的一段很尴尬的 PPT 啊，我觉得没有什么好介绍的。这边我之前做过的这个，我们可以看一下，就是我们录完大的给我们就是做过的一些忍者，相信大家也都是比较熟的，不管是从 C 人的一个方法。总有一些报道老哥说啊，这个人他只会做一些什么炮台忍者啊，没有机制，全靠伤害啊，那什么办法呢？四郎坊这个人他会什么呢？你说我爱罗他本来原著里面就是一个战装忍者，那我能给他做成什么呢？对不对？好，当我知道要做这兜的时候，我就非常开心。你看都会的东西，这条白鸡之术，白鸡之术，这条龙它不帅吗？它不香吗？白鸡之术，这个仙法无极转身，不酷吗？哇，我这是招什么一人五人众，我能力我全能用，这不香吗？哇，这不玩出花来了。然后后面跟我说，这个是仙人兜，这是仙人兜，我不能对。我们这次是一个半蛇斗篷的兜，对对 对，就是我们简称叫蛇兜。对，然后心情就很复杂，感觉需要喝一杯82年的拉菲压压惊。然后我去动画片里面便利了一下我们半蛇都会的能力，那一共也就这么几个东西，是吧？潜影身手跟红头打的都是潜影身手。我说的简单叫什么？蛇吐我，我吐蛇，蛇吐我，吐蛇。对 对，反正就是蛇，就是这些东西。然后他虽然作为后期一个反派的大 boss， 但是他全靠什么？给别人圆梦。夜刀天蝎转，全靠给别人圆梦，然后就绘图转身这些东西。所以，整个都在设计的时候呢，基本上，我的思路是，他。首先他的小技能绘图转身肯定是他的奥义，对吧？然后他的小技能里面，因为他在动漫里面的表现其实就不是一个进攻性非常强的人，他是一个滑不溜秋
很善于逃跑的人。对，所以他的技能设计方面就是他的起手能力不是很强，但是他的反手能力非常优秀。对，然后对，然后奥义里面，对，就是他一个新的机制都在奥义里面，然后应该是他的奥义强度会非常高，整个设计是这样的。然后那下面我们就来详细讲一下这个兜的他的那个技能设定。嗯，首先我觉得他最大的特点就是他是史上技能图标最多的男人，八个。对，超过了之前你们所口中的糟老头子就绘图三代。对，绘图三代其实是七个。对，就是六个技能加上一个奥义。对对，然后长门实际上是五个，就是一加三加一，一加三加一，然后他有八个。那我们一会儿我们就来讲讲他这八个技能图标到底是干什么用的。好的。首先就是啊，其中两个，这也是我们看到了刚才他的那个蛇尾技能。对，大蛇蝠蝠。对，他这个技能其实有两段，那我们其实这个截图里面也看到，第一段就是这个蛇尾向前去咬别人，简单粗暴抓取，抓取，对，是一个远程抓取的新手。然后第二段是用查克拉刀，对，然后往前一个突进，就是我们都也算是从疾风传一直用到后面一个查克拉手术刀。对对 对, 对, 对，然后这个技能就比较简单。然后另外他小技能里面一个核心技能就是他的这个技能叫蛇尺一术。蛇尺一术其实之前在其他渠道有玩家爆料，其实大家应该都知道，他现在有三种那个形态。第一个是短按，从嘴里吐一条蛇出去，远程的一个脱手技的起手。对，然后长按的话呢，就是自身会变成一个蛇往前钻，然后他有一个特性就是在钻出去的过程中自己是无敌的。对，就是大家注意看这个长的这个下面长按的这个白蛇，它是无敌的，你放通力打不到它的。对，然后这里有一个特性就是都其实出来的方式是从这个蛇钻到地里面，然后又从地里面出来。嗯，然后这个出来的过程中它是可以控制在地底下潜行一段时间，是有一个 Y 轴的小 Y 轴的一个位移。就比方说我入土跟出来的时候都会有一点就比方说你瞄准了我地方，我突然给你小 Y 轴错掉，有些可是打不到。对，然后接下来就是它一个动漫里面很关键的一个东西，就是蜕皮。就是我往这边让一下让大家看一下，就这个蜕皮呢，就是我在不管是短按还是长按，我在技能的前腰阶段如果被对方的技能命中了，就非抓取类的技能命中了，我就会有一个这样蜕皮的表演。然后这样蜕皮出来之后我可以操控这个蛇移动，并且再次释放这个技能，就可以跳起来把别人吞进肚子里。对，就相当于还原那个，还有我们动画里面就是吞大河的那一段。首先就是我们都先被黑土的那个混凝土先冻住之后，就一个蜕皮，然后生吞了大河走了。对对对，就是还原这一段的这样的一个技能。嗯，然后它这一段其实是有比较多的细节。首先就是它蜕皮的过程中，就是整个蜕皮有一个跳起来然后落地的这个过程，时间其实非常长。这个过程中是一个无敌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就是说不会说什么我，比方说我替身打你，然后你突然蜕皮，然后砰蹦我一下就直接把我这个反手就打断了。 对, 对, 对，实际上这个过程是无敌的。然后整个后续你移动和跳起跳吞噬的这个过程中，它是一个霸体的状态，也是不会被打断。就说的难听点，其实就是你不要打我，打我我就来一个霸体，而且我这个霸体还能吞你。对，但实际上这个吞其实它整个前腰比较长，不一定那么好。对，因为我们其实就是之前也爆料过，对吧？就录完大家也爆料过，就是说它是一个比较长动作的一个，对，就是一个原地起跳的一个吞的动作，算是前腰比较大。一般来说只要你在移动目标的话，除非你有预判，不然的话基本上应该是命中不了的吧。对对，也算是给它设就是平衡性上面设定。但实际上它起跳的过程中，它起跳的那个地方是有伤害判定的，哦，也就是说你只要贴着对方放，不要贴着它，对，你贴着它放的话是能打它的。嗯，然后接下来就是这个有一个视频，我们来看一下它这个蜕皮的机制。就可以看到鹰朵用千岛瑞枪直接顶你技能，一口吃掉63万的暴击，对，非常的高。对，但是需要一定的使用技巧的。对，就是说你不要看这63万高，但是其实命中率没有那么可观。对 对, 对，就也算是相当于就是说那种，就是你如果失误了，你打到了我这种效果的，我吃到你了，那么我就给一个就是很好的奖励，对吧？对。然后我看到有一些暴躁老哥说我发了这视频，他们看了以后说他们不关注刀，他们在关注鹰佐，说啊，鹰佐的千岛日枪被削弱了。实际上不是的，这是兜的特性，就是我触发了第一次伤害之后进入了一个蜕皮的无敌状态，所以它后续的伤害没有。至于鹰佐削不削，看我们下面理性分析怎么说。好吧，这个，我们现在先聊兜。对，就是之后也会有的，相信大家应该很关心，不着急。然后接下来就是我们最关键的这个奥义这个技能。说到奥义这个技能，其实在设计的时候还是有很多想法的。就一开始我们肯定直观的会认为这个绘图转生应该绘图通灵出来不同的角色，然后你能操控它去放技能。但是
但是当这个想法出来的时候，就会觉得很奇怪，就是他做出来可能就像大眼木操控的这个石头人这样，你们去放技能，但这样其实玩起来，我觉得并没有什么很新鲜的体验，并且有一个很重要的特点，就是这是我们的奥义技能。我们的奥义技能去打击败对方的时候会播一个那个彩蛋，这种击杀图这种东西。你比如说，你想想，你操控一个秽土的鼬出来，然后喷了一个火，然后对面突然出来一个击杀图，就感觉说我们怪怪的，我们这个角色的主角是都，而不是说什么秽土转生出来的别的角色，对，就感觉很奇怪。然后我觉得还是需要就是以都作为主角，都为主角，对，所以结合他这个圆梦大师啊，这个沉迷下棋的文艺青年这种特性，给他设计了一个他通灵出不同的角色出来，自己通过下棋来控制这些角色，来进行联携奥义的这样的一个表现。然后表现主要就是这三个人嘛，一个是迪达拉，一个是角都，还有一个是鼬，然后他们三个释放一个联携奥义。然后这一段后面 FJ 试玩的时候可以看到具体的表现，主要那么这边的话我插一句话，因为之前我们也都看到，就是在动画里面兜的一个绘图展示是很多的，还有长门、角都、蝎、迪达拉、鼬，包括最后还有一个斑，就是其实我们动画里看到有六口棺材，那为什么我们这边奥义实际上只出来三个角色呢？我们的长门、蝎跟斑呢，主要是首先说斑嘛，斑这个人台面太大了，你把他作为我技能里面的一个东西出来，我感觉有点浪费。我这个还是以后大家做护主班的时候，像我们当年我们还在那边歪歪说，对吧？奥义最后，比方说招点小弟出来打最后一个，对吧？绘图班来出来一个天来行色这种，对吧？一颗陨石砸下来，就感觉这个有点浪费，喧宾夺主，对、啊。然后所以就像长门，因为刚出的我们高招角色嘛，也没必要了，对，所以就通灵出一些大家还没有出现过的角色出来，然后让大家玩一下就。然后蝎的话是不方便加，就觉得就都好像就是绘图转身出来，是因为他没有了。就三代复印的傀儡之后，对就比较捞，对，就比较捞，对，明白，应该这个意思。然后他的新机制，其实看大家看这个截图也能看到，就我在放完了奥义之后，我这三个技能的图标就会替换成三个新的技能图标，分别代表了鼬、迪达拉和角都，然后他们是三种不同的作用。可以看到，如果你选择了高帅鼬的话，他会是在你奥义整个结束之后放一个大大的好火球，好大，对，这火真的好大，对。然后它的作用就是，它是一个你选了鼬之后，就你的奥义放完之后，你可以去接技能啊。它就你如果不选它的话，你选其他的角色是接不了技能的。就是说这边鼬是提供一个大的扫地的浮空，并且给我们玩家提供一个奥义接技能的一个手段。对。然后如果你选了角都，可以看到角都是用地面鱼召唤出来一个雷电的雷遁尾岸，对、然后把对方抓举到空中，然后有一个持续伤害，然后你选角都的话，这个伤害是非常高的，应该是我们目前全奥义伤害最高的一个，除了暴击的重物之外，应该是全奥义伤害最高的这样的。我觉得其实你像 C 人的那些，比方说神月处理他的那个奥义也特别高，应该是没有角度这个高，而且角度这个它是一个全程抓取，是不是全程抓取，就是说我奥义只要用角度终结的话，你就没法踢，必须吃全我这个伤害。对，哇，那最后比方说我卡血之后，我用角度终结把你再贴上尾岸，就只能吃到死。对，哇，是这样，那个这个就有点厉害了。但是你选了角度是不能接技能的，那我肯定斩杀技嘛，就重点就是你能斩杀的时候，你选角度是一个比较合适的选择。然后最后一个迪达，你如果选迪达拉的话，这个文艺青年的话，就是这个技能算是比较适合 FJ 这样经常空大的玩家，就是对，他会丢一些会有追踪性能的这种蜘蛛下来。哦，就像我们迪达拉空中的一技能那个爆炸蜘蛛。对。然后在你空大的时候，它能起到提供保护作用，就是说，然后抓你的后摇。你吃了我第一段之后，如果你秒踢，然后我放这个，你可能如果不放点什么通灵刷，可能就要被我这个爆炸蜘蛛炸起来，然后起到自己保护一个技能。但是它的追踪范围没有那么远，你离多远一点就可以了。还行。对，就是反正主要是保护自己。然后这个就是它整个技能的设定。然后我们现在有一个小的总结。首先，它的大蛇束缚这个技能是一个两段。然后第一段是一个远程棋手的抓取，第二段是一个突进棋手，然后这其中是有一点点无敌真的，就是可以穿一些小的东西，就是说你这个二技能这个小无敌是可以有对吧，有一点操作空间，对，就是说我又可以来骚了这个小无敌，对，然后它是一个而且是扫地的，就是是操作空间的，哇，扫地的，对，扫地突进无敌，有点东西，对。然后它的核心小技能是这个蛇矢一束，然后它的特性就是主要是两个吧，第一个就是前摇阶段的防反，但是这个并不是一个全程防反，就是它像长门的盾一样，是跟长门二技能分数星一样，对，就是可被打断，但是前摇很短，很短，然后在
在这个前摇之后呢，就是整个你吐出蛇之前，如果你被打了，它就是会进入到蜕皮的那个状态，蜕皮的状态。对，然后蜕皮的状态就是你整个管用是霸体，霸体一个吞噬的抓取的一个新的技能。然后到了奥义之后，就是通灵之术绘图转生，然后就是。首先刚才可以看到刚才有个大的龙卷，那个龙卷是有很大的吸附，很大的一个吸附，对，然后有三种分歧，然后分别是右小迪布和迪达拉，然后右是接技能，迪达拉是空大保护自己，等度是一个抓取斩杀，然后也是高伤害这样一个特性，就感觉这样的话一个兜我们忍者就比较全面了，你说他有抓取，有位移，有无敌突进，有防反，有霸体，还能贴奥义，还能空大保护自己，然后还有一个斩杀奥义，然后包括一个大范围的吸附，这种感觉还是特别全面了。具体我其实我是还是觉得会有一些性能上的控制，比如说蜕皮霸体的时候，他那个吞噬前摇其实很大，对、就是、对，然后比如说他二段突进起手，他那个技能其实有一定的后摇、啊、就是整个性能上还是我觉得他是以平衡为主，一般强度一般即可、啊、好吗，还是以平衡为主，对对对对对，然后然后说这些感觉好像玩家看起来也没有什么感觉，就是这大家就是神，这个也不是说什么真的，就是你如果看这个东西觉得它很厉害对吧、嗯、就其实我们以前很多人都是这样的，就上来看介绍，哇塞好帅啊，哇塞好牛逼啊，对吧，有些东西其实然后上线就一回事对吧，对对 对, 对，打就另外一回事，对，反正大家先心里有一个概念，就是说我们知道这个都现在有各种各样的能力对吧、嗯、对，就心里有点大概的就那种对啊，就那种就是感觉、嗯、然后之后实际操作的话接下来我们还会有演示的，也不着急，好的，然后接下来的话我这边可以看一下，我对吧，相信就很多水友肯定也就是想看一下我跟鹿丸 PK, 然后同时的话大家也可以像就是有问题，就是有什么想要提的问题可以就是扣一下弹幕，就是向我们的策划鹿丸大大来提问，然后我们会在最后的结尾的大概差不多地方会来统就是收集这些问题，然后给大家进行回答，然后接下来的话我将会来给大家就是实际上在就是练习场展示一下这个都大概是个什么样的状态，就是我刚才说的对吧，大家可能看了之后没什么感觉，但是如果我在练习场的时候给大家实际操作一遍，可能就是这个感触会更加深一点，对，然后现在就给 FJ 来试玩一下这个都，好的好的好的，然后我们可以把画面切到游戏画面， OK, 那我们现在麻烦我们这边切换一下，把我们切换到一个线，好的好的，来吧，然后我这边把线插上，然后把我们的一个就是对吧，把我们的兜展现给大家看一下，好，现在画面已经切到了这边兜对不对，我们可以看一下这边兜的，首先我们先来看一下它的普攻，一二三四五，普攻穿地扫地，你看这个普攻是非常稳健的对吧，你看左 A 右 A 扫地继续扫起来，普攻值也够以保证它的一个连招的一个稳定性， OK, 你看这样的我们就可以无脑连，就你也不要按方向键什么，我们就是无脑连测试一下它的一个稳定性对吧，可能有玩家说它是搓澡，但其实我们要看一下它的伤害对不对，它伤害虽然说单下低，但是连段数高啊，所以总的来说我们其实这个伤害是可以的，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我们这边那个二技能的一个抓取，然后短暂来个扫地手刀，就是我们可以看到的，包括我们这边也可以长按之后两个技能连段放出来，好，这是我们的二技能，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一技能，短按直接一个远程的一个骑手的技能，就是远程的一个白蛇，然后长按的话就是会有一个无敌，然后自己变成白蛇出镜，然后我们可以稍微对吧选择一个 Y 轴，就 Y 轴上来一个位移左这边技能，然后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奥义，也都天神都只字，好，先兜爆炸鸟之后风盾，接下来再用一个阿玛提拉斯，最后我们选择用右来收尾，很帅的好火球，再接受白蛇， OK, 这个是一种奥义，我们再来看一下第二种的奥义，同样的一个骑手，我们这边选择用迪达拉进行一个收尾，我们可以看到怎么样，好，我们迪达拉上来，哇，爆炸蜘蛛，然后走了之后再用一个空中的轰炸，哇，这个收尾收的还是比较帅的，不仅有小蜘蛛，还有一个空中的飞鸟，然后我们最后来看一下这一个角度的一个收尾，好吧，直接就双击奥义角度收尾，可以看到这个尾岸的伤害也是非常的高，就是一个裸大的伤害，这、就是、对吧，伤害非常非常的爆炸，好，以上的话就是我们这边一个练习场的一个试玩，就相信大家应该现在对都有一个比较就是全面的认识了吧，就光从我刚才 PK 场的一些东西来看，那么接下来的话有请我们今天第二位嘉宾策划志乃。 Hello 大家好，我是策划志乃，那其实大家一定在想说，哎呀，我还想继续看都，我才不想看你们什么志乃然后稍等一下，
焦点访谈，我是新来的战斗策划自乃，然后呢，我的导师是鹿丸，大家也知道鹿丸在我们各大社区拥有非常庞大的粉丝群体，我也是他的粉丝中的一员，然后我是小李的，小李是我的这个精神导师，这一期呢，因为他怕出来要挨你们的打，所以让我来替他播一播理性分析来挨波打，然后为什么叫自乃呢？其实是这样的，你们的知名玩家蛤蟆龙一开始力荐我当他的大哥蛤蟆吉，但是蛤蟆吉有个问题，首先它是三个字的，你们看我们这个策划团队 ID 非常整齐划一，这个策划蛤蟆龙跟大家长得都不一样，然后又不关注贴吧，一看就非常山寨，哎，而且还有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你看我们要 cosplay 的时候其他人都好说，这个蛤蟆龙他怎么 cos 非常难受，所以最后我考虑了一下呢，还是放弃了蛤蟆吉的这个建议，然后呢最后在我们十二小箱里面选了一个自乃，然后这边就这样吧，我简单介绍一下我自己，其实我跟在座的观众们都非常相似，我是这样的，我是从一个火影、也不算老玩家吧，我是从2017年底开始到现在玩了两年多，不到三年，也还行了，两年了已经，对对对，也是有点基础了，然后普通玩家，对啊，就真的就是有普通，就像相信大家就是也跟就是智乃一样，曾经对吧也沉迷火影，对对对，我当时遇到火影的时候真的是守护起木叶来毫不留情，真的彻底沉迷上了这个游戏，当时就什么其他的游戏真的都不带玩的，入不了你的眼，对吧，对对对 对就是每天日常做完就开始各种决斗场，然后打腻了打累了下来逛各种社区，然后要么就是看直播，那当时真的是打得可入迷了，然后学技术，因为其实真的当时就在，也不说当时，就是说哪怕到现在火影的就是一些格斗的一些细节啊，包括一些操作的手感，还有一些画面的表现来说，其实都是在我们这些就是这一类的格斗游戏来说，真的都已经算是超级顶尖的了，对对对，在当时我看来我就觉得真的是非常好玩，就是贼沉迷，然后我简单讲我玩吧，然后就其实真的不管是 PVP 还是 PVE 基本都是参与了，而且都非常沉迷，说实话这个什么痛楚就随便放一放，要不是我爸妈也看这个直播我就把我充值记录放上来了然后哎呀什么战无不胜，然后也说实话这个比较捞，这个是当时其实我在几个月前来刚来魔方的时候，那个时候都还有保护分的，没有保护分的时候，上来是比较艰难的，那个时候对我就是隐隐二，但是这个我这人比较咸鱼，后来其实一直没怎么打，然后所以也没打个决斗巅峰，这个哎有点愧疚，以后还是要珍惜是吧，对，就说如果这个时候可以在我们这边战无不胜下面挂一个决斗的巅峰，对，就然后左边换一圈就特别的有牌面，是吧，比较咸鱼，总是娱乐场重拳出击。然后其实我放那么多就是想说一个什么事呢，就是其实不管是 PVE 还是 PVP 还是游戏中各种活动，我都是非常关注的，然后包括福利什么的，其实在座能看我们直播的都是核心玩家，真的我跟你们其实说的那个说大点就是自己人，真的然后我讲一下我为什么会来嘛，其实真的就是大家闲着没事的时候是不是总会上各种社区吐槽，对、你们这个游戏啊怎么做的，这个什么技能我设计好了，对不对，我给你出一套这个轮椅凯方案，哎，什么大刀坐轮椅叶凯我都想好了，然后你们这个策划自己到底有没有玩过这个游戏，幻神你们自己过过没有，你们自己打不打，我当现场说就像我们之前幻神天天打就说哎这个小关我靠这个小关怎么这么变态，这么怪又难打又要持续时间，对对对对，你们到底会不会玩，还有这个忍者，哎，你们不是遵守原著吗，为什么我天道之后烧到对面，对对对，你这个天道为什么熄灭，为什么神卡一直用神威怎么 对吧，就我们其实我们玩家之前平时也就吐槽也蛮多的，对，其实我以前真的也是报道老哥，就各种在社区里面吐槽，后来我一想吐槽你们策划也看不见，然后也不会让我做，要不然我去试一试吧，哎，我想了一想啊，哎，不好意思放弃了键盘，哎，主动出击，要不我去试一试吧，哎，然后我看了一下刚好火影手游在做策划，哎，那我们点击申请，各位看到了吗，这个就是对吧，真实的亲身经历申请岗位，对，大概就在差不多三四个月前我就来到了魔方、然后哎，但是可是来到了以后发现跟想象中不太一样，哎，就是说的时候感觉哎都很简单，一看先进来我感觉哎就被镇住了，这个是我们一个整个忍者制作流程，这放了二分之一放不下，看到他们一个制作流程怎么密密麻麻的，哎，就密密麻麻，然后跟你大概讲一下吧，我们制作一个忍者周期居然要8个月以上，8个月，对，高刀可能需要还要更久一些，然后更久、你需要的整个的所有工作包括你跟美术啊跟音频 跟版权方沟通需要的东西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多，我的妈，做个忍者真的比自己想象中难太多了，哇，这个周期又真的有点长啊，对，发现自己其实就是个地中地，键盘上很厉害，做起来发现其实真的没有自己想象那么简单、然后讲讲我做第一个忍者心路历程，得知自己要做忍者了很兴奋，出完案子等待美术资源非常紧张，然后非常非常期待，然后开始做，哎，突然发现很难，比想象中说要难很多，然后开始平衡性测试，哎，
怕他太强，对吧？玩家到时候又要喷什么？哎，又出来一个变态吸冷毒瘤，哎，我这边就不指名道姓是谁了，因为这位策划同学肯定也在看，然后开始看社区评价。然后最后上线后观察舆论，这张 PPT 啊，其实熟悉老玩家看过，就是我以前抄的小李一个，哎，今天李哥不在，真的可惜了。他当时说的是做高刀忍者，我为什么抄了一个这个呢？我想告诉大家，就是真的不只是高刀忍者，其实我们每个人对待每个忍者，不管是小 C 忍还是 S 忍，真的都是很紧张的，自己都是自己的心血。当时这个酒精奈出完了以后，我当时半夜下班以后刷贴吧刷到了四点，就是看各种评论，谁紧张，看有人喷我。那结果有没有人喷你呢？肯定还是有，但是最后结果我觉得大部分还是人在夸，还是挺快乐的。就是这18块的，就是双节，我也觉得还是不错的，对吧？对。然后其实，在做的时候会遇到很多问题，也跟大家稍微分享一下吧。这个什么音，这个又是天天给我加的，我都不知道有这个东西。少女绝人，当然就得有音啦，不音两声行吗？哎，确实，你看我们就是做起来的时候，其实有时候想起来很容易。我跟美术说，这个动作我要怎么怎么摆。这个黑色我觉得不太行，最好给我改的五颜六色一点。然后没错，给我滚。然后你这个技能，比如做的时候，我说我九星奈，我想放锁链，哎，想的一套一套很好。然后最后版权方跟你讲说，这个东西它是九星奈，这个时候它其实不会放，这就很难受，对吧？很多设计你就得改。然后包括你做好做出来以后，最后自己在试在调试你的打击感的时候，发现你看，比如说我九星奈本身做了一套动作，最后是一个比较可爱的这种头锤终结的，但最后发现呢，调整以后它打击感不太好，节奏不太对，最后也只能含泪删掉。那就有点想到之前你其实像勇，就是那个青蛙男，他也有一个头锤。对。其实有一些设计在做出以后，可能还要自己权衡，还是要感觉一下啊。再讲一个问题，刚刚我其实讲到，就是我们制作一个忍者，可能从8-9个月之前就要开始想。然后有个问题，你看大家其实经常在贴吧吐槽说，为什么我们这个召唤水门它没有声音？哎，对，就是说你像九星奈说的，就米纳托出来，然后水门一刀就没有声音了。对，这就很奇怪。然后，比如说水门就应该喊一句什么姆兰塔这种，对不对？然后比如说那个月下那个奥义，为什么他说的感觉有点文不对题这种感觉？对，就是好看的奥义，结果下面为什么说了句我头发又变长了？虽然说这个也是原作中是有梗嘛，对，但是其实本身可以选更应景的一点画面，对的词儿。但是就是说这个8-9个月前提的一个奥义台词，还有一些语音录制，然后我是3-4个月前来的嘛，所以这个忍者当时不是我提的，就会有各种这种交接时候出现的遗憾啊。对，所以说在遇到这些很多问题的时候，大家也是理解我们一下，毕竟一个周期长，一个版权问题，所以很多东西我们肯定也是希望给玩家最好的一面的。对啊，因为毕竟就是这种东西我们之前也都不知道，就可能大家也都不知道说这种忍者对也是说这种周期，我原来也是各种在喷嘛，但是进来以后发现其实是有内情的。对，跟大家稍微分享一下。那我这边好像看到他说少年水门肯定会出的。对，这个也算是一个透露的，对吧？也算是的。对，他们的语音现在已经在准备了，对，之后的话九星奈也会补上。对啊，听到了吗？这个少年水门准备好了。对，然后我们接下来看，其实上线后还会有一些意想不到的东西，包括这个 bug 小意外，这个真的是小意外。我当时都不知道，他们跟我说，哎，会有模型缩小，缩小什么的。说实话，真的我还挺佩服这些老哥的，真的太有才了，真的厉害。这个忍者卖给你们，还送个这个游戏的 bug， 我觉得亏了。18块钱给你们一个，对吧？太便宜了，哎，亏了。18块钱这么玩，太亏了。对，然后关于我的部分，其实这边讲的也差不多，讲挺多。接下来呢，就是我会给大家带播一波理性分析。这今天就让我来替小李给大家挨打。对，没事，因为这边的话，就是今天可能小李有点情况，所以没有到场。那我今天就是麻烦志乃为我们进行一波理性分析。相信这当中会有很多很多，对吧？大家都喜欢的内容。这期其实我们也讲过了，就是说大家其实比较关注的就是英佐和小泽这个两个点嘛。对，我刚看弹幕也都在说了，那我们其实在贴吧已经看到有些人这么说了，4月平衡金条的加强英佐，我们要削弱4代。没错，我们要把英佐加的二技能8秒钟 CD， 一技能8秒钟 CD， 奥义全程抓取，奥义全屏全程抓取。开个玩笑，谣言不知从何而起。其实我们肯定还是会削弱一下英佐的角色，然后加强一下4代。总体上来说是这样的。我们现在一个个讲吧，先讲英佐。我们为什么要这个平衡英佐呢？其实英佐这个忍者呢，我们首先看他的后台的硬数据吧，他的胜率在全分段都高居前5。这就意味着他这个忍者本身他的强度上下限都挺高的，对吧？就说不管我是剑系还是超营，我反正不管什么分段，这个东西都是稳居前5的，对，都是强。你只要有，就感觉对于没有这个忍者来说，你好像就强了一点，过分，对吧？对。然后再看看他的伴侣和出场，他暗部和暗部以下伴侣都在前3，然后在影级超营段位的话，伴侣和出场率都在前3，公认。这个就意味着什么呢？我们伴侣这种东西就相当于是非常主观，大家公认他强。对，我觉得厉害，我打不过他，对，我要么就伴，我要么就一定自己拿他。对，所以说他
整体性能就是很强。我们考虑一下它修改的方向，首先它考虑它一个强势的点在什么地方。首先它的鹰佐的这个千鸟刀的这个技能，它是一个零帧无敌。零帧无敌意味着什么？就是我只要按出来了，它就是无敌，它就是无敌，我一定能躲掉你的所有技能，并且反制你，对吧？就除非你用那种什么超长的持续性技能，我千鸟刀躲不掉，不然的话，那种瞬间的，比方说像我们比较常见的黄面具的那个好火球，我一个千鸟刀过来，你没脾气啊？对，其实你像好火球都还算好躲，你想想看，小蛇一个突进，突进到你脸上，这时候你再按都能把它反过来。哦，对，就是我只要反应速度快，看到你过来，我反手一个千鸟刀。对，其实这种感觉对于对面的人这体验是很差，就是我什么技能都要畏畏缩缩的感觉放过去，只要你动作比较会玩，我就对不过你。啊、对，这种体验其实是很差的，而且他的话比较依靠反应，对，有反应高的人上限就会很高。FJ， 你说你平时在直播的时候，你怕不怕鹰佐？你玩小忍者的时候怕不怕遇到鹰佐被他反三？对啊，这种忍者真的就是觉得这都有时候真的很可怕，对吧？对，就是感觉有种无力感，尤其是被他反伤的时候，就是心情特别差。然后接下来我们进入一个趣味数据分享啊、哦。然后在这边的话说一下，大家可以看一下我们这边有道问题。我们这边第一道问题是，作为制作者小李的，就是小李的他的鹰佐到底水准度有多高？这边有四个选项 ：A. 至尊红色 ，B. 璀璨金色 ，C. 高贵骚子 ，D. 没有熟练度，你信吗？对吧？大家可以踊跃的发起弹幕，就是你觉得小李应该是哪一个？接下来的话一共会有三道，这是第一道，然后我们会从各位就是弹幕中就是抽取一位水友，就是送出我们的一个酒心奈，然后三轮的话会，对吧，就送出三个酒心奈，大家可以就是开始那么弹幕刷起来了。你觉得小李这个制作的他的鹰佐到底是什么熟练度呢？其实我个人觉得话，作为一个就是如果是我做了，对不对、那我可能觉得怎么都得用，可能红色有点太高了，因为红色你想想你得前后穿穿三几百场，100场对，红色差不多，就反正得穿三上百场。那么我觉得像小李这个技术嘛，百场不太可能，那我估计应该是 B 或者 C 吧，就 B 有熟练度也不可能嘛、那感觉就是要么金色要么紫色，对吧，差不多吧。其实之前呢，小李他在贴吧发过他的一张段位的截图、里面有透露过他常用三个常用忍者，里面有长门跟半野也都是他做的得意之作，然后这两个其实都到了红色熟练度，但是唯独没有放出鹰佐来，其实不知道他的鹰佐到底到达了一个怎么样的熟练度。大家听到了吗？小李放出了自己的那个就是图啊，对，记住他的 ID， 狙他，狙他之后就摸他头，摸完头就发出来，对不对？对对对，大家应该还记得小李可是一个疯狂的翻这个摸头玩家。对，那行，这边我们差不多叫他们到了揭晓答案的时候，对，我们来揭晓看看答案。不直接揭晓答案，我们告诉你一个趣味数字六，六，你猜什么意思？六，他玩得很溜，六，是不是六级熟练度呢？那就是红色，哇，玩得很溜，六级熟练度这么厉害、其实不是的，之前我们有个火影之路回顾大家参加这个所有忍者的一个、对，就是对，他会给我们就是每个忍者，我告诉大家，场数小李的鹰佐他一共创建到现在只玩了六盘，六盘，对，只有鹰佐过六盘，鹰佐上线有一年多了吧？对，六盘，对，其实我就告诉你，他其实上线以后，他就特别不喜欢这个忍者。你们总有人说，哎，小李什么护佐，哎，就不肯教鹰佐。我告诉你，小李哥比你们谁都要讨厌鹰佐。其实他特别讨厌鹰佐，特别想砍鹰佐。但鹰佐忍者之神就好像有一种不可抗力。哦、你看之前导致了我们 iOS 延迟更新这么久，对，还记得吗？然后这次有一个专门的就等了500年的称号，500年、然后这次疫情呢，又导致我们这个又推迟了。鹰佐后台是真的硬，天佑鹰佐，根本就不是小李。小李特别想学他，但是这次我跟你讲，鹰佐你逃不掉了，我们还是要狠狠的砍他一下。所以刚刚我们已经讲过他的一个问题，所以我们的平衡方向呢，就是考虑让他不再那么无脑，不会让你依靠反应，你更多应该靠你的意识和预判。对，就是说，比如说，我们这次呢会略微减少他在开始转身的时候无敌，就本来他是零帧直接转身加无敌，现在会让他转完这个身戳出去的过程才是无敌。也就是说，比如说像什么气旋啊，然后什么火球，你可以穿。但是你不能等到打到你脸上，就是说你像我们现在的话，比方说一个气旋拍了，我可以看着气旋啪啪穿过去，对，但如果改版之后的话，我可能就比方说我到你脸上，我要感觉你要放气旋了，我戳，那这时候我是能戳过去的。 对，但如果你气旋拍出来了，那我这个气场都是过不去了。对，或说的难听点，我们同时就时间都会决定一个骑手的先后。 对，像我之前鹰佐打的比较多，更多的会像你说这种靠反手，别人戳过来又再反，就我看到你，就是因为我们现在鹰佐大家内战都很熟悉嘛，就是说鹰佐内战就是谁先戳就靠反，你敢戳我 OK， 我就立马一个反过来就反戳你，以后可能情况就不太一样了。就不是说什么后手，就是什么谁
别后说谁牛逼了，因为你想想看，对面技能要打到你了，最后一瞬间他才知道到底是被你打到了还是被你躲了，啊、这体验并不好。其实对，其实我觉得这也是比较有道理。你说OK， 这边的话现在是我们的第二道题目。这边的话面对天敌，当然我们这边天敌你看看都是这个，都是这个，都是秽土三代对吧？一个是被乔门摁在地上对吧？我看你在逼逼赖赖，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经常用的说对吧？差点被他连半血，然后还好我极高手，就是说被什么秽土水门连了一套之后，这个、我三代替身之后、这个、一个爆火对血就回来了对吧？这个现在在社区里面也是火的不行，这个极高一筹。那么我们现在可以来第二题来就是猜。各位可以水友可以发送一下弹幕，就是说你们觉得到底两位门师傅是长门师傅，就是在面对天敌的时候胜率更高呢，还是说我们水门门就是水门这个师门师傅胜率更高呢？就是站在我个人角度来说，就是我还是觉得你像长门这样有一个远程的一个三炮的起手，反手的分数吸引，包括四斗之后反手分数吸引那个奥义接技呢，真的各种无赖啊。嗯，但其实你要想想看，四代它的机动性也是让你这种破防型忍者、战装型忍者，按照你这个说法好像有点问题啊。没有没有没有，我现在可什么都没有透露。我现在个人还是觉得说长门的可能就是胜率高一点，因为毕竟门师傅这种。考虑上操作啊，包括一些就是你说反手奥义肯定还是长门厉害一点嘛 对吧，嗯，所以我觉得还是长门师傅应该是胜率高一点的。 对，那我把他们摆在一起，大家其实也看得出来了，就是两个都是伤害偏低但是偏秀偏操作的成分更多忍者，在面对这种爆发特别强的忍者的时候，他们胜率到底谁会更高一点呢？嗯，好，行，那我差不多也到时间了，我们揭晓一下答案吧。我告诉大家呢，不仅是面对三代，其实整体胜率而言，水门师傅其实都要比大家现在非常认可的这位长门师傅胜率要更高。真的假的？其实真的，真的就你这个说数据给我说，我是真的不相信的。对，就我觉得你像什么初代、二代面具这些东西，我打四代肯定比你打长门要轻松得多啊。其实这个怎么说呢，就是说我其实本来很多也是比如说逛社区啊，逛看直播、啊、很多东西其实会偏向主观，但其实也是我来了之后可能看到后台数据，有了大数据之后，对，有了大数据之后、啊、我也开始渐渐相信到这种东西，对吧？就可能一开始我是不信的，因为就像之前对很多时候都说过，比方说什么你说什么什么忍者厉害什么什么什么、嗯、我真的不信啊，因为我觉得不管怎么样，就不管说我自己打还是说看别人感觉都一样，但可能就是我们看到的是大数据中一小一小部分，是、啊、所以我们的理性分析栏目定时和大家见面呢，也是想要给大家分享一下这种、啊、其实我们平时看不到的数据。对，其实两个忍者都是偏秀的成分、嗯、那我们可以看出来，其实长门刚上线的时候也饱受了很多诟病，现在大家逐渐开发以后觉得它就觉得他们还香的很香的、嗯、所以说水门呢希望大家也再留给他们一点时间。所以说我们从后来数据上来看呢，其实发现这个忍者评分不太好做，就是他、嗯、刚刚上面还忘了讲一点，整个胜率趋势呢，水门有一个非常明显的特点，他胜率趋势随着他会提高、哦、就说你啊、我说我这也证明了，就是说随着熟练度大家就是会玩的人的就技术的增长、嗯、这个胜率也是会涨的，就是说它上限真的是高。 对，所以说我们其实在做评论的时候也有点担心，因为平时比如说看你们主播什么打、嗯、确实挺厉害的，我们也怕万一真的再加强的话，这个忍者可能哎真的天王就会玩了，真的就我们不希望出现那么多天王、啊、对吧。对，所以我们决定会慎重处理。那么针对大家可能平时吐槽多的是它的一个下限问题，容错率比较低的一个问题，因为就是我们可能平时玩的比较，就不仅是像我们现在会碰到很多莽夫，就如果这种莽夫上来开局让你苦救不出来，直接莽到你之后，就是我们的门就水门可能就有点难打反手，毕竟双技能的后摇都在那边，然后地上如果没有苦的话就会特别的难处理这种局面，所以我们会增高它的容错率，略微提高了下限。这边跟大家讲一下，我们在这个版本中应该是会加强它几种螺旋王释放的伤害啊、就是，会提升他的一个，还是说要提高伤害？就是说我一套打下来之后，尽量让我的伤害可以高一点，就避免说什么我们回合制换血换到半截，被击高，我怎么被你击高一筹了？这种感觉啊、嗯。对，好，那文师傅就到这边，接下来再讲一讲。哎，不对，还没有讲完。啊、对，看到吗？这边几个文师傅还有加强，十级加强。如果大家觉得刚刚加强还不够的话，给大家看一看。首先，我们看到原来的现在的例会、其实说实话有点不尽如人意，但是大家看现在我们经过沟通之后。给到了一个新例会，好看多了。从全身，在我看来真的很帅，大长腿，有一说一，真的很帅。不管是这个整体的形象，还有包括大家想要的把头发稍微削减一点，还有这个整体的一个面部的一个细节，我个人认为都真的优化了很多，对，优化了很多，史诗级加强，帅。嗯，好，那门师傅到这边结束，我们接下来讲讲小蛇。其实小蛇主要的一个改动方向呢，
我们看接下来几张动图。第一张动图，二代和初代的一个对决，我们会看到二代这一段普攻中，他第三下的一个扫堂腿，哦，低头躲掉了木分身，这也是一个比较经典的场景了。其实我觉得在我们这种格斗游戏里面呢，这种精准的判定才能出现一些这种小的惊喜啊，就是有这种很秀的操作，比方说我有一些比方说魔蝎的动作是往下蹲的，对，或者说我释放什么东西会趴下，然后正好这个时候就可以来躲一些比方说判定比较高的那些技能，就用来躲掉，我们称它为秀。我们现在再看看小蛇诶，这个是什么？这个白鳞大蛇。白鳞大蛇，我看到白鳞大蛇已经结束了，人都从地里钻出来的时候，这时候我想去抓它的后摇，哎，往上稍微走了一点点，哎，被打到了。对，其实这种体验非常不好。对，这种就是我们平时打的时候就是这种感觉，就是说明明你一个技能这么大的一个后摇，我就是要过来抓你后摇，结果突然我刚刚要往上走那么一步，哎，我怎么突然就被你那个白鳞大蛇闪出来的小蛇打到了？对，明明是我抓你反手，怎么变成我被你起手了？对，这种时候就会给人带来很不好的体验，所以这种东西我们是要杜绝的。当时我们一般碰到这种情况，我们就得说出一个字了，爬，氧化钙，文明一点，你看我们让它爬就行了，爪八。然后我们再看看小蛇另一个技能，这个蛇形是不是也非常过分？哇，丧心病狂，就是我趴在你宇智波鼬的面前，哎，你分身打我呀，打我呀，打不到你，什么千鸟刀啊，什么啊，什么飞雷神啊，就是没有这种什么扫地判定的东西，只要你没有扫地判定都打不到。但是我们看这条像就是可能是在于他切技能的切技能就比你多，对，打不管对打不管是打连招，这种技能的连环性，对，而且小蛇丸的技能本来二技能十秒钟 CD 也是相就相对我们游戏来说还是比较就是比较短的了，就十秒钟，所以可能接下来要我们可能也会考虑进行一些挑战，但是这还不确定。对，然后其实除了这两个的话，我们加强四代削弱了鹰爪小蛇，还有这个金银角我们也会加强。我们发现没有呢？我们这个金银角四代还有这个小蛇，其实三个都是宁次大哥做的。宁次大哥这个策划呢，我们现在先看这道题吧。对，我们来看一下这道题目。现在就是像我们刚才说的，做出这么多天秀忍者的，就是你像小蛇、金银角、绘出水门，都是拥有那种位移型的，对对，都有位移的。你像这种什么金银角的换位置，水门的螺旋丸跟苦换位置，包括小蛇丸的突进，对吧？做出这么多天秀忍者，我们的宁次大哥他的决斗场的真实对位到底是 A 对吧？就是一个唯唯诺诺的上忍 ，B 有来有回的暗部 ，C 重拳出击影级，还是我们的 D 我们火影忍者手的一个决斗的巅峰超影呢？各位可以就是发送自己弹幕，就是发出你们觉得就是这么多天秀忍者，对吧？你大哥到底是什么一个段位的？其实我真的特别佩服宁次这个策划，然后他其实不止我刚刚说这些嘛，包括不知火玄间啊、青，还有非常快乐的汉，这些都是一。好的 ，FZ 他又逼我C是吧？那行，哎、那我这个说话可能我又错了，就把 B 和 C 排除掉。好了，那时间了，公布一下有趣的数据。我刚刚也已经说过了嘛，就是很多我们平时大家在平时玩的时候。或者社区里面喷的时候啊，很多东西是什么人的强度都是我们就个人感觉。对，在我认真观察数据后，我突然发现我们 S 级里面初代包括现在的二代三代雷影斑岩面具 A 里面鹰爪小蛇
百豪英、道美明、吴爱罗、泳装小男、小右，啊，其实他们都是前十的常客。那你们会觉得前十国家队其实都是天王之一会差很多吗？就是我们就是可能就举个例子吧，你像我们现在说的一些天王，比方说初代，然后雷影，对，包括就是像小蛇丸、英佐这些，就是我们比较说的新人 F 四嘛，嗯，对，说这些国家队，可能我们主观会感觉，就比方说我如果用了这个 F 四，就这 F 四去上分，那可能我就会比下面的那些，比方说什么小右啊这些胜率会高很多，就是。可能跟着感觉你说多个10%、20%、30%这种都很正常的，其实真的不是，就是整个从暗部到影集啊，我已经是选最大的集值了，他们最大的集值，对，第一和第十的胜率都没有超过5%。哦，那其实我们其实所谓的国家队是什么什么 T0 啊 T1 末端，其实总的就大家玩出来的感觉还是说，就怎么说5%，其实是有差距。不，确实是5%、啊。我可以认为5%，它比如说55%和50%，它就是强。但其实他们之间差距并没有那么大，因为他们整个前，因为我们会有半选，对不对？而且到比如说到第五和第十之间，他们差距其实并没有那么大，对。啊，所以说这个也是我们看不见的，对，我们再看不见平衡下去嘛。包括我们今年是我们的一个平衡年，又是一个平衡年。对对、啊，我们把就是像英特小学削弱之后，我们有理由相信啊，未来可能真的或许会有一个百花齐放的时代。对，而且加上我们现在上忍三的话是可以搬两个角色，对，然后双方一下就是4个，对，按部三之后就是6个，对，你像我们上面的。这么多的角色6个搬掉之后，可能剩下的真的有一些比较强势的，比方说一些 B 人啊，或者说一些对哪怕是 C 人，对，是不是登场率都要提高了，对，以后都有可能会能上分、哦、对，那看到大家以后上分的选择就更多了，就不是固定的几个了，对，也是我们努力的一个方向，而且看到确实是有效果的、啊、对，就是说现在大家就是一些角色的使用率明显增高了，是吧？对对，确实是这样的。其实嘛，各位，这个就是我们来自于官方的一些大数据的统计啊、嗯、对吧，就是我们可能平时一些主观的感觉说这个忍者厉害，其实到后面大家其实这些忍者都能打、嗯、对对对。好，那这个今天的这个自奶挨打环节就到这边了。好的好的，那么聊了这么多的一个干货，我们现在接下来准备了一个小游戏的环节，嗯，然后接下来的话将是由我跟智乃来就是进行一个拼的小游戏、嗯、然后游戏很简单，我们准备了药师都和少女九现在的两段动画的片段，然后接下来的话我将会和就是我们的智乃策划大大来分别进行配音，然后接下来的话大家如果觉得我配得好的话就发送弹幕 F 机，如果觉得智乃就是配音配得好的话可以发送弹幕智乃，然后接下来我们就是会在这些弹幕中就是抽取5位幸运水友发送300 Q 币，然后最后这个配音结束之后我们还会由我们的策划录完大大选出他喜欢的这个一个就是他觉得 OK 的一个配音，最后再从、和他喜好相同的水友当中再抽取5位水友，分别送出500 Q 币的一个奖励，然后是不是觉得这个奖励非常的丰厚呢？然后接下来的话，我们现在先来看一下这边两段的一个动画的原声吧。二代目火影とオロチマル様しか使えなかった禁術、しかし僕で3人目、そして今はその2名をも超えている。これは君へのパフォーマンス、僕の力を信用してもらうためのね。安心してください、僕はここへ戦いに来たんじゃない。何が目的だ。君と手を組みたい。手を組みたいだと。お前と組んで俺に何の得がある。近々戦争を起こすそうだね。その戦力を提供しようってことさ。サソリ、ベイダー、カクス。好，那么上面的话就是我们药师都是会就是会谈我们的带土就进行忍第就是那个忍界大战的之前的一个准备，然后接下来的话将会由我跟智乃对吧对这一段进行一个配音，然后智乃你准备配谁？那要不我就阿飞吧，简单一点。 FZ 啊，我们这个到时候配的是用日文还是用中文啊？你觉得这个东西怎么样呢？啊，我反正因为对吧，我大学日语专业的，我有 A1、啊、这样我有 A1 证书对吧，你要我用日语了 我觉得也可以啊。哎，那还是算了，本来我还想修一波我的这个功绩日语。那不然你帮我给你放个水好吧。那我们来用中文来吧。
最初转身，只有二代火影和大蛇丸大人能够使用的禁术，但是我是第三位能使用它的人，并且我现在已经完全超越了他们两人。这是给你的一个表演，为了让你相信。你放心吧，我不是来这里战斗的。你是何目的？我想和你联手。和你联手，我能得到什么好处？很快就要再爆发战争了吧？我想帮你充实战斗力。在这里的右、切、迪达拉、小夫、一骑长门。好，这样的话是我们的第一个，就是我们一个药师兜的一个配音。然后接下来的话，我们可以看到一个比较经典的《月下的拥抱》的一个片段。然后我们先来同样的看一段这边的一个原声版。怪我はない。哎，暂处后援。君を助けに来た。綺麗な髪だからすぐに気づいた。いつもは助けてくれないのに。だって僕には分かっていたから。君は強いって力も心も。でもこれは里と里の争いごと。今までの喧嘩とは違う。だから君を失いたくなかった。有点骚。好，然后这边的话我们看完了原版，对吧，非常的煽情。然后接下来由我跟智乃来就是配一下这个音。好的。好，这边的话第一段。你没受伤吧？我来救你了。已经没事了。啊，等等。啊，那是。你的红发很漂亮，我马上就发觉了。明明每次你都不出手相救的。因为我明白你很强，无论是实力还是内心，但这是村子之间的纷争，和至今为止的打架不同，所以我不想失去你。哎呀，好不讲这句话是对 FJ 说呀。是不是应该来一个，对吧？就是，哎，好，没事，那就好。那么我们现在两位都已经配音完毕了，那么请这边就是我们的鹿丸大大给我们送上冠军的纸条。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啊！我这边已经拿到纸条了。好，那么。恭喜智乃，也恭喜选了这边智乃的学友。接下来的话，我们这边的话，一个中场的小活动就已经结束了。然后接下来的话，我们将就是刚才一直有就是那个、就是弹幕一直说让我们就是几个要互相切磋一下，对吧？对，试验一下这个行动，就是到底这个都到底怎么样？我们现在可以先来看一下，就是接下来的话将会由我们的。
策划智乃和我们的策划鹿丸大大两位，就是对吧，策划为大家带来一场就是兜然后半蛇斗篷的一个表演赛，希望大家可以对吧感受一下。然后同时大家觉得就是有自己支持，就是比方说你们如果就是支持他们的话，可以对吧发送弹幕，然后我们接下来会从就是支持的水友中抽取五位幸运水友，送出300 Q 币。OK， 好的，大家先稍等片刻，两位策划大大正在选取他们的阵容，对吧？当然，你们觉得就是想要看什么忍者阵容的，你们也可以说，对吧？比方说，你们想看看调整后的什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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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吧？你看我这边可以看到，这边鹿丸大哥正在拿这边一个蛇刀，并且是一个佐助，记住这是调整后的佐助啊，对吧？我们希望可以看到他这边调整后的一个表现。没有信号。好，这边的话可以看到，这边要开始选密卷，然后通灵兽的话，我们选择的是熊猫、猿魔和我们二维，算是我们现在比较常见的通灵兽的组合，熊猫对吧？熊猫、猿魔还有二维。然后忍者的话，哎，这边是蛇兜，刚才因为也说过了，我们蛇兜是一个可能是缺乏骑手的忍者，所以这边选择骑手比较强的闪电啊，然后我爱罗，包括鹰佐这边智乃选择了这边他的一个处女座，就是漩涡九星奈少女。我们来看一下这边两个都是算是比较新的忍者的一个交锋怎么样。好，当然我还是比较期待可以看到就是希望能打到最后一个，对吧？看一下调整后的鹰佐和我们调整之间到底有没有什么区别，算是一个提前的爆料，对吧？给大家一定要坚持看到最后啊。好，不要着急，这边我们对吧精彩的对决马上就要到来，先多开始，先多开始。好，这边上来鹿丸大蛇走位啊，长按的一个蛇没有打到，哎，歪走，但是护顶被这边顶到了，普攻继续，哎，想放二技能一个抓没抓到，但是延出一个手啊，哇，一个手刀熊猫，哎，这个非常的机智啊，不愧是我们最高段位的一个策划智乃，反手用一个长按的二的抓取，抓断了这边的一个熊猫，双方互换了一波，现在我们的鹿丸，哇，劣势非常大，哎，丢出去偏到替身了。闪电普攻长按，但是这边就是不打你，你放不出霸体，闪电抓你的一个出你的后腰，哎，失误了，抓取突进 OK。智乃对吧卖了一个大后摇，又被这边的鹿丸抓到了，哇，鹿丸大大这波连招非常的稳健，普攻再来普攻，时间已经所剩不多了，继续普攻，然后长按，哇，这边没有办法，因为你如果不打他的话他也走，然后哇利用短按的二技能对吧在骗你一波替身之后，第二段的手术刀打了这边智乃一波反手。好，那么接下来就有请两位半蛇斗篷的都进行对决，上来，哎呀，互相走位一波，哎，这个是短长按打的，短按我抓取了一波，好，好位的闪电，哎，抓飘了，又是个手刀盲劈没劈到，看着你一个闪电远了，长按的蛇矢一束，找位置，大招非常的恶心，吸住了，把吸了过来，二技能一口好火球喷起来了，有没有是能接技能的吗 ？OK， 长按，哎，这个反向一。我这边杀爆手，哎，六杀爆回来，这个怎么蹭到到了？神奇，正没震起来，又是一个蛇咬咬住，突个进，突进一下扫地，你踢不踢？你敢不敢踢？这一波就很尴尬，哦，替身了之后，看这边怎么办？智乃走位没有打到，吸沙子，短按上天，一气呵成，六杀爆上，打气旋，还是我比你长啊，突进去但没用，这边气旋很短，一直普攻没动了，这边应该。鹿丸在等到，哇，但是因为这个一个蛇水术全程的扫地，这个绝对防御的互动就没有任何意义了，哎，怎么倒下来了，这秘诀又跑了一个，哦，留下巴库留这边的沙子的量要注意一下，我就是不放一条，
断了青鸟刀的二段替身青鸟绿枪，反手二位挠刀了，哇，通灵顶通灵，哇，这一手直男真的戏太戏了。看到你丢了一个二尾之后，立马反手原魔打反手，这样的话双方都是没有通灵，然后密剑千鸟绿枪反手讨没捅到，先跑过球找位置，千鸟绿枪哎这边都没技能了，智男很坏啊，疯狂的走位骗这边的鹿丸操作，哎霸体开了，完了这波要抹一次 KILO 了，哎看着你互相看了一眼啊，一个大招上去，好办千鸟绿枪这场我万一自然掉下来了呢，万一失误了呢，哈哈哈哈，哎这边我们自然刚才愣了一下，他都放下了手机六秒一局的胜利啊，经过一局精彩的对决对吧，两位就是策划也给我们展现出了之后的对吧，这个我们也看到了蛇豆的一些技能包括奥义对吧，虽然可能有点下饭，但是总的来说还是不错的，鹰左的话表现至少目前我没看出有什么太大的区别对吧，至少我目前没看到什么太大的区别。好，那么接下来的话就由我对吧从不空的 F 机和我们的鹿丸大大进行对决，然后这场对决的时候大家只要对吧也发送一下支持就可以对吧，接下来可以获得我们今天最重磅的一个，就是抽取一位水友获得半蛇斗篷钥匙都一个，将会在3月13日内到达游戏的账户，大家可以快点发送弹幕，这是一个整卡都的整卡，大家赶紧啊。然后哎这个哎呀不是我，我看到了，我可以偷偷摸摸的瞄这边我们啊录完策划的阵容，东我爱罗初代 OK， 然后呢我鹰左二代，大家打个彩蛋啊，好吧好锁定阵容 OK， 好接下来就是有走了，哎，见不到，摔，哎，你怎么被我打到了？闪电普攻，二三，哎，我们这边不要骚，慢慢普攻，上前，二，双他一下，哎，怎么这个也倒了？问题不大，没事，找个位置，哦，这边对面是有闪电的，我们，哎，想突啊，不要着急，到他脸上给他来个转岸的一个蛇阵 ，OK， 不要慌，好，这个电网我不慌，我们也反电一下，熊猫，时间差不多了，我舔蛇手。没有刀到没事，我们短暗的蛇阵，好的到墙，好了，我跟你说这个大刀绝对空不掉，好的，哎呀替身啊、哦、咬到，哎呦这个百里大哦，百里大蛇来了，开他，哇但是我刀没开出来，但是这个最后六秒钟到底是不是搓澡呢，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伤害，好吧，六秒钟的输出打不死我，我血多啊，这个血到底谁多呢，我血多吗，勝負あり，哎呀可惜了，这个最后血还是没有忍住，刚才那一波我们也看到了百里大蛇的一个霸体也非常的优秀，对不对，那么我们接下来看一下这个佐助跟这边都怎么打，大绝我们先左掉，哎呦又是个手，这个手刀的范围非常的是吧，非常的阴吧，哇又是一个蛇出非常的带，捅上去，哇记住啊，这个防反还是怕组合技的，纯抓取技能就跟新春右的那个防反一样，只要是一个纯抓取是能破的，但是我们刚才也看到了那个就是蜕皮后的白灵大蛇这个霸体是非常的阴霸的，他不吃技能， OK 我们来看一下这边佐助跟这边的五爱罗，哎我们上来这边哭下你看到了吗，我这边那个一技能因为就是没有
好的，就是我这边又在背连，就是普攻连啊，又是一个。怎么感觉要输了？哇，录完录这边策划大道还好厉，还是很厉害的，对不对？哦，那最后一首天守匪间保底了。他可能上来要抓我，或者二技能放我，对不对？我们得先等一下，对于这种控场忍者，我们就得反其道而行，飞雷旋斩拉起来 ，OK， 接反开个大，不要慌张，这波大招，对，不能接，及时。